修炼书，武器手甲，白术特技，妖气，火石热血跟裸肠，活钢热，火石基本上没有也没有屁用，不会成仙，我们就来打岁月差，就是状况很差，所以不一定会成功，所以就是一个一堂吧。打不赢啊！师哥跟我说，春雨他怎么打？有双卡人都不一定打得过啦。好，我队友是桃子，每次都是说不给力的东西。三只马东西都没打扁，我刚可以直接调靠近。好险，还要再熬一面。如果能召唤队友就好了啦。什么叫召唤队友？直接排标了啦，别跟你们用这种魔难打的技巧。还要打带跑的、欸。啊，这应该不是。抓两下就跑了，也是啊，打点到100再跑。保命吧，3、2，不会死。好，5秒结束。我要想慢。被命中，以后不要偷砍他了。别，他抓你抓他一下就他就一点，啊他放他要放几轮，然后就进去。回来，交奥义。没有奥义跟钢铁，操！说好会跑欸，哇，正面上我，呵呵，好险哦，不是防具，不然我就喷个神仙了。这是我们集一个技，然后绝命绝一死战，不需要升级。好，这时候也是逃命的绝一死战，啊，来不及了。我怎么迟疑了？好幸我修炼出 buff， 不然就喷成心眼了。
就差往五分之一的时间，还不到五分之一。啊！哎，这就崩了，然后要套我万二的雷。
是要进行回避。又是蛮大的一个打点，爽啊！来，乌月鱼，乌月鱼，你在那里？死定了！我看到，找他出来。只是没想到他是这样子追啊，不然我早闪他会出来。攻击直接在一瞬间，哈哈哈！他妈死了！我其实可以慢点复活、啊，可以拖到道具时间。乌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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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云，云。好恐怖哦，这是有病。幽植夜茶赏乌云，今年是月十二号。退退退退，二三跳起动起动动动动，跟着夜茶动起动。快不行！那个放奥义好轻松，我不是我越界好没有魂的，好，这时候他又有三魂，回来放五月给你看哦，来呀、啊，来了五月，哎，没有，来来来，看你看你看，这种 AI 啊，真的是，我的妹打，直接在我贴身放奥义啊，有没有良心啊？这次应该有可能打赢。乌月鱼，没有乌月鱼，鱼，好恐怖啊！要放不放的？啊！不要就放了，不要就放了。补血两次，马上撤退。这时候他就会马上进来奥义，或者说像这样，我马上一次下到底。然后赶快进击，对，五月雨要降来啊！定，好险好险好险！好，我们回到安全了，安全安全。因为我会喷，可能会喷一个神仙的时候，但是要打这么久，我要怕怕的。我操！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五秒钟，六秒钟，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。这样，难道我只能放一个辅助吗？要不然就是喷血，要不然就是打点。乌云，没有，你今天下雨吗？啊！这时候选择补血好了，补血，然后集钻机要跑，然后准备放五月，三二。
head. Oh, good. 用攻击当防御。可是猛烈，有时候进攻时机抓错的话，你就是死亡的时候。他不可能再消，所以至少会有五秒可以停止。其实这个位置有点可怜，右边捅不掉。哇哇！这样也可以无越狱。啊的！那放奥义跟利润实在太难抓了，有时候会算的不好，有时候就超级难抓，或者说这时候就放不住，就完全放不住。哎 ，tempo 抓错，你就是一颗神仙了。别再怎么那么打。哎，吴越鱼，吴越鱼卖吴越鱼哦。来来来来来，你靠近靠近，快快。我的妈妈呀！这个对我仿，你是太兴奋要去是不是？还插我刀哎、欸！你妈妈！算错了，差点死。神奇的特技草鞋，终于知道特技草鞋的点了。虽然说，个人就觉得鞋子这种东西不要出来，然后 AI 不要改，不要用现在这么难，会比较好。因为已经有太多不稳定因素，好比说鞋子会跳奥义啊。就走这样子的路，你也有一魂可以放。好了，砍到一刀有一魂呢。我们要补血了，好补补补补补，跑走跑走跑走，当然要补。我们就是要多拉一点，中间一档门可以回避。好，我们先钢铁上去之后。还没有认识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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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是瞬间，拜拜！哎，这谁可以打的？用刚刚那个装备，一定有人可以打的赢的，因为一生只有一生高。